guys, this is Vivia, your old friend. Today I'm gonna have a challenge. I will readily invite three pedestrians to try this e-bike. This is called Explorer, and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selling e-bikes in the overseas countries. And to be honest, I'm a little bit nervous because I don't know if nobody wanna try it, or what if Okay, stop it. I believe I can do it, okay? Just go. Hello, hello. 你好。我们现在就是想再拍一个视频，就是说就试骑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最畅销的一款电动自行车。电动的。对，电动的。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，就是来试骑一下，然后试骑完了以后，你就说一下你的骑行感受。就是包括车子感觉你骑起来怎么样啊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，太好了。行，就对，就往前面骑行一段，然后你自己感受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车怎么骑的，你就先按一下这个是开关。这个是开关。长按一下开关。按一下，然后现在这个仪表就开了，这个电就通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是这个一档辅助，你就开大概二档这样子吧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这是档数越大越快吗？对，档数越大越快，就助动越大越快。然后呢，骑了以后这个是转把，像半握的转把，一转这个车就可以骑走了。好的。对，所以你要当心点，速度可能起步有点快。好吧。好的。那我试一下。好的。待会你还回到这个位置啊？好，没问题。好的。怎么样，感觉如何？还是比较快的，而且座椅还是蛮舒服的。座椅比较舒服是吗？对，然后而且速度还蛮快，我刚才有偷偷变速试一试。对，你知道这个是变速用的哦。你刚刚有试是吗？因为我看上面有七个档，我有变速试一下。对，你这是确实是有七个档。我以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。我有玩车的，有偷偷试了一下。感觉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买这样一款车吗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考虑买一个，因为很方便嘛。对。而且能感觉到它好像还很宽，比较适合我上班路上什么的，也阻碍会比较小。对，是的。这也可以用作通勤，但是我们这款车主打的就是一个越野的一个性能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要是骑到一些比较陡的呀，比较不太好的路况上面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它就是专主打这个全地形的一款车，所以对，如果你要是通勤的话，当然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就多功能都可以用。对，还是蛮不错的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来握个手，谢谢啊，感谢你配合，拜拜。Okay, now we finished the first invitation. Next, let's find another one. Let's go. Hello, 小姐姐。打扰一下。我们就是我现在在拍一个视频，就是说邀请就是路人去骑行一下，就试骑一下我们那个公司的一款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个车。这个车。对，就是这款车，你试一下。对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This。感觉怎么样？这个车挺快的。对，如果这款车比较适合山地的是吗？对，比较适合山地的车。是的，没错。好，我是上班的话，我也可以骑吗？上班也可以骑。它能骑多久呢？要看你具体你的助动的一个档位，还有你的体重啊，还有对。特别感谢你，没事，我也是第一次骑，挺好玩的，挺好玩，谢，非常感谢。你就试骑一下。我们要上班，马上要上班是吗？马上上班没有时间。就拍一个视频，就是说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能不能试骑一下？Nobody wanna try it. Okay. Maybe this man. Maybe he wanna try. 你
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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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扰一下。你好。就是我们这边，就是我们公司的一款产品嘛，就是这款新款的一个车，然后就是想邀请不同的人，就是骑行体验一下，骑完了以后，然后你就分享一下，你就觉得这个车怎么样，可以吗？好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感觉良好啊。你感觉骑起来这个速度快吗？对，快，就这样按了一下就好了。速度还可以。速度挺快的吧？啊，它这个快啊，能跑得快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速度比较快，是的。对，就是。对，但是可能说有的时候速度太快了，也不是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只要差不多就行。差不多就行了。对。OK， 好，非常感谢你的试骑啊。很感谢，很感谢。那我们就结束了，谢谢。Okay, I finished the challenge. I'm so glad.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e-bike? Do you like it? Do you want to try it? Welcome to leave us a message. And if you like my video, please give me a like. And you can also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